准备好了吗？一海之王。来到青岛和你们见面，希望在摇滚乐的陪伴下，你们能够度过美妙的一天。
然后我看整个场地其实是一个从下到上的一个高坡，我希望站在坡上后面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场地每一个朋友都注意安全，保管好自己的财物，好吗？老师，吹歌帮我稍微大一点，来吧，这首歌最疯狂的中央。我的天！
哎，我知道你们准备好了，让我听见你们的歌声，还有在天空中挥舞的旗帜。所有人给我一个节拍好吗，朋友们？我可以看到后面的朋友，两侧的朋友，把你们的手给我好吗？谢谢。现场的每一个朋友，从前面第一排到后面山坡上，从我左手的最边上到我右手最边上的朋友们，我能看到你们。当我数到四的时候，我希望现场大灯大亮，我们所有人双脚离地，一起跳好吗？你们吗？一二三三，所有人跳起来。
确实。不知道前面是不是太过拥挤了，对，反正注意安全吧。他说稍微往后退一点，稍微往后退一点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好吧。因为我看前面的朋友们已经非常挤了，给他们留一点活动的空间。这首是气氛失控的游戏，特别高兴能在迷笛表演这首歌，只需要所有人配合为期四小时吧。
北上之旅。
发出我们的能量来，好吧？在歌曲的结尾，给我一个最暴躁的现场好吗？我们一起完成。
准备好了吗，朋友们？感谢你们的双手，你们的歌声，还有你们挥舞的旗帜迷笛，我们下次见。